心里搁浅 Come on, do this, do that 但不想curtis, do that 我要捂住耳朵, with my brother 只想逃脱, it's all freedom 天空是一片黑暗 把你照亮就变得璀璨 我们一起逃离到对岸 不想逃避, 不想被溃烂 yeah, 无所畏惧是我的水钻 找到真实的自我 yeah, I be myself 还懂人什么是未来 拒绝悲剧是精彩 所以一切都控制不了 只需要你耐心等待 明天一样是会存在 我们需要自由自在 在公路却就在眼前，像是在雪地里行进，雨还冰面平行着走，像在是模糊视线的焦点，让灵魂自由飞翔在天边。有点大累，好冷，好冷，开心。 有吃的了，特别吃的。山全是山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哇，当时我们刚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走的那个路，然后呢，走了。 发现前面有那个牛从前面路过，对对对对对，把我们那牛直接从马路中间走过去，下午三四点，中间有段山特别好看，能感受到温度的知道吗？低，然后现在大家的体感怎么样？而且压下去差不多，好像快，就是农工工怎么外面怎么是这个亚克力的这个玻璃，对，好辛苦。
OK， 本来就是你这句，本来就是这句。想做什么？啊？这羊肉好膻呀，有点吃不来。我也觉得。就是刚才说很羊肉很膻的那位。搞怕你。就是在内蒙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这个是太好了，这叫睡麻了，老师。对，很好。我们没得逼过眼，我们太兴奋了，没人逼过眼。中间有一段很冷，然后有一段风景又很好。对。然后休息哥下车加油，我们就下去看风景。于涵有一段路他怕，他就吃后面。他本来是走护法。你怕？不是啊，就是怕。就是那段路，他说他怕，然后他就吃后面的。那是死的路啊，我以为。右边那段车没有路，然后上面是一个河，那个我们要过那个河就是马车，他又怕抛锚，然后就到后面去了。我们当时走到一个没有路的地方，我们没睁过眼，我们基本上全睡了。就是我们当时最后一双，就是那个夕阳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夕阳，我那个脚都要伸到上面去了。当时换了个站，我们站在车顶上。对，哦，对，车顶上。路途中间有一段很险，差点没油又没电，那个休息哥手机导航快没电。然后车也快没油，就只差多少公里来着？哇，有差九十公里，但是还只能开90公里。当时极限发现一座加油站，加了油走，不然就是可能今天就到不了这里。手机也没有电，也车也没有油。你们中途去吃了一个，吃了碗面，吃了面，对，拌面，对。是当时已经是天都已经黑了，所以我们就去终点站了吗？看出几点了？快算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他也很强。都脱牙了，我都坐了12小时车了，那必须得看一下。对，朱晶晶，朱晶晶起不来哈，朱晶绝对起不来。怎么说？这句话里写的朱之心散。没穿衣服啊，这没穿衣服，他真没穿衣服。陆轩，你穿衣服没有？穿了。哎，看电视，感觉这边非常的冷。电视也是拉的，肯定也是看。信号？这客服电话有用吗？那不一样。
我服了，都不亮。看来我比较经常换的。看不了就睡觉了，我再怎么再试一下，永远都是7%。为什么呀？电视都看不了。挺好的，很好，很棒。是鼻子堵住了，闻不到。我鼻子也堵。一闲的时候就开始流鼻涕，十个流鼻涕，然后现在车上流了一天。就是我们女生宿舍，左边是好像是秀儿吧，右边是余涵吧。对，因为我总感觉秀儿可能看着精神很好，也可能感觉也差不多了。对，而且我对自己的抵抗力很自信。今天这种只是，只留下鼻涕还正常。啊，想体验一下感冒的感觉了。没干嘛，昨天在泡头方便面。我们也是。然后就躺在那个床上，对，看了会电视，看了会动画片。我昨天还娱乐了几把，扑克，娱乐噻，这也是娱乐，绝对是娱乐，绝对是娱乐。然后完全没有任何资金的任何流动。我那个钱我到现在那个包都不知道放哪儿了，放昨天放他们那里没拿了。真的是娱乐，绝对是娱乐。哇，我看电视啊，看不了了，这怎么看的？电动的吗？在外面上面没人脸看着我们怎么办？真的？那没有信心，电视也关了。那没有。哪儿啊？这儿，这个是信息。天上，我让我看都是黑的。啥？是黑的，没有啊，啊，黑不溜秋的，我看也是黑的，看到了，这里，电视没用星星啊，我看到了好大一颗，那里你看，那里，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很大一颗。这个样子也是妈妈传导。为啥？他们钢琴的，不会练的啊！我妈说你既然啥也不会，你就朗诵，我可以特别尴尬。后来长大，什么《满江红》啊，《沁园春·雪》呀，都会。再来一个。然后听一听，真的是我的烦恼。我觉得还挺好的，还可以，就是稍微有点冷。刚才外面，因为今天睡了一天，现在有点睡不着。随便找个东西看。现在目前感受，反正我今天晚上我特别想吃羊肉，然后有时候蘸那个韭菜花，我觉得挺好吃。如果我觉得好吃的吃了，明天再把它再吃。明天中午吃。哇，熏羊，没吃过。我吃过，但是呢，很久没吃过。这个看完的时候，哎，看得困。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全程都对我们今天和他们组的不一样，我们今天真的是从中午11点上车之后就一直睡到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睡不醒。对，就是你下车站了那会儿，然后上车站了一会儿，你上车晃着就睡着了。睡着了，然后吃了个饭，然后又晃着晃着就睡着了。绝对在日出之前，绝对你们叫我们的时候，我是躺在床上睡觉的。对，那我们真的要开这么大声吗？不要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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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你好，我个人的烦恼，只是我一个傻而已。哇！如果您跟牛住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状态啊？是晚上一块睡啊，还是俩人抱着会互相腿下在对方身上吗？就是那个。干什
懂吗？我不想坐在大老师身边。叫了，游戏解说，游戏解说，他自己取的。就是这个风风有点大，对，感觉有点不自在。我们在里面做什么，外面都看得到，有点不自在，就有点透光，就是。对，你们会做什么？床是做什么？对，就是感觉隐私性没有那么强。我只是睡觉不喜欢穿衣服。我也不知道。我服了。对，我最开始在左航旁边，然后又到周志旁边，然后又到一个人一个旁边。在左航那的时候，我夹在中间的，我闲着我就去走旁边跟朱心了，结果朱心又卡着我，我又到中间去了，我就到这边边去了。就是害怕，哎呀，没有啊，就是害怕，不害怕呀。刚刚在车上都要躲到后面去。你又晓得了，你又不在。我是听说，都传到我们这里来了。我没有害怕呀，我只是给后备箱增加点重力，不让它抛锚。不准看到，没有信号。对啊，这钓到鱼看不到。这样看日出可以吗？对啊，这样看日出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坨黑，跟看电视一样。就是在这个上面看星星。来。到不到了？对呀、啊。这不是第三期吗？就是关上窗帘嘛，就是关上窗帘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请进。天，真是。谁的裤子？你的裤子。还行吧。可以，还不错。还不错。空气比较的大自然，比较清新。想看星星来，真的是感觉看不太到，在外面能看见。准备看电视，喜剧片吧，还是恐怖片？先看一下有哪些是免费的吧。哦，对对对，看恐怖吧。恐怖应该要 VIP 要少。恐怖我怕你遭不住啊。我遭不住，我看完的恐怖片都关灯睡了。恐怖都是猛男看的。毛哥才怂。肯定是我呀，差不多吧，应该。不知道，主要是没一起。但是我看恐怖片不怕，但是我怕玩密室。这个，那我也看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看着。看呢。要不要 VIP？ 绝对要 VIP。不用，没写。OK。116秒。人家还在采访，你还116秒？静音。深宅谜案。2021年的，还是国内山寨片？我看就像人。我看过一个没有逻辑，但是很恐怖的。问你叫什么？咒怨也比较吓人。咒怨，一般般吧。安娜贝尔，你看过吗？没看过。就是一个娃娃。我小时候特别怕鬼。我小时候也怕鬼。但是我是后来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从有一段时间开始，就突然就会怕鬼。我小时候我爸天天带我看那个什么林正英抓僵尸，然后天天晚上看，都在被窝里面，然后就挺吓人的。哇，我小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就在客厅离我房间又很远，然后关灯了之后离我房间也有段距离，就全黑的状态下我跑回那个什么卧室，就跟闪电侠似的，经常就看动画片，我看完之后关了灯，我以为也是那种很怕，当时就家里一个人说拜拜，再见，国风的呀，国风鬼片啊，我不晓得啊，没看过。
正常的。啊？什么复习？干啥？我还没入住呢。啊，感觉在这边草原跟我老家的冬天温度挺接近的，就我可能高山的人比较习惯这种气温。太阳吧，那在干嘛？今天可能没有太阳了。如果说有感觉特别冷的，你们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？等他们要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叫你们出来。那你们要不要去休息一下？Does that mean that no one dreams? If that's so, then
Then I guess I'm going home. Yeah! Oh! Wow! Oh! 烂，他怎么这么虚啊？睡觉吗要？那个雨涵上，根本就不是我对手。哇塞，你信不信我直接把你头磕这儿？抓了你啊！美羊羊六十，你再说，我们俩他们要翻身了，不然他们两个得到一分。来了，干啥？干啥？控制，控制。哈哈。你信得过我吗？你信得过我吗？你信得过我吗？哎，又控制了呀！我不要分，全部给鱼。为了你们，我会当上宝藏男孩的。摸不到的颜色是否叫彩虹？看不到的拥抱是否叫做微风？一个人。习惯一个人，这一刻独自望着星空，从前的从前从没变过，寂寞可以是忍受，也可以是享受，享受仅有的拥有。那一年我们忘有那么多的灿烂的梦，至少会